如果你不能拿回我的情，我有权接管拉维尔。请您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会把钱拿回来。这个聘礼由女方家里面决定，我们都是自家人，多半多少我都愿意给。我也只有洛娇这么一个女儿，就5亿吧，你们认为呢？什么？出车祸吗？洛娇和拉特的婚礼绝对不可以被推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记不起来了。他怎么了？他脑部严重脑震荡，还记不起来他是谁了。 你想要把那个女孩变成洛娇吗？她需要在这个月末和拉特结婚，我会一直给她灌输信息，让她相信她就是洛娇。玻璃面具，11月18日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。